回去向长信侯禀报，关内侯抓到了，我要到咸阳峪连夜审问他。知道了，太祖。 未经讯问，未有缘由，便将老夫押赴至此，明日有人问起，阁下就不怕吗？明日，关内侯，你这是心胸开阔呀！啊，哼，还想着明日，明日多活塞，多疑。御曰，你想作甚？关内侯。 你不承认刺杀长信侯，那元凶就是公子熙。总之，现在朝野皆知，你和未央军勾结私巡死士，谋害朝廷重臣，意图乱政乱国。明白了，应曰，你是想找我报仇是吧？是报仇泄愤，我就要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大人深夜来访，所为何事啊？哎，大人，魏阳君，这大半夜的，借相帮。大人，哎呀，没办法啊，太后不让我出宫，多亏赵杰想了个理由。 这我才出得来。我们等了大人半日，大人罚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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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酒。哎，关内侯呢？嗨，在咸阳峪关着呢。我在想，兄弟们都在这儿等着长信侯，就先把大人带到这儿来了。对，不去看看他，无妨吧？无妨。公子瑜在审问呢，审完他就来了。 说吧，你是如何私巡死士，意图谋害长信侯的？呸！庶子，想必与我骨头，我也是阴性，忘了。你也算阴性。 嬴姓之人，铮铮铁骨，岂有你一介种族为人，投敌叛国的软货？我是不是嬴姓？你以为是你说了算啊？还要将我除籍？大王相宗室和大臣公布了吗？姓曰，你胆大妄为，老夫恨不得杀了你！大王相宗室和大臣公布了吗？还要将我除籍？你个老匹夫！他刚说什么？是不是要杀我啊？ 你对长信侯是不是这么想的？所以派了杀手。老秦人磊落跌宕，在主土狗都是端肉之畜，背后动刀子，脏了老夫的手，休想栽赃老翁。不说是吧？我写给你看。 敬长信侯，好酒。
哎，宣四，你再给我喝一个。哎，下去，都下去。 赶紧把人叫出来！何人啊？关内侯。什么关内侯、关外侯的？本侯不知道。老矮，本相欲为杨君青来。 不见你起身，也不见你行礼，啊！参见相邦，参见卫阳君。 参见相邦，卫阳君。少废话，赶紧把关内侯叫出来，否则到了朝上，谁也保不了你。朝上，这就是朝上啊！大秦哪件事情不是由我长信侯和文信侯决定的？反了你！ 母武大王、母武太后，大王听相邦的，太后听我的，不对吗？相邦，你说这大王整日要东出灭国的，你就是不让，他一点脾气都没有啊！他还不是听你的？放肆！大秦国事。 岂容你非也？是啊，哎呀，说的太对了，我老矮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确实不懂。明日我就请太后下到诏命，让我。 带兵东出去，到时候我带上赵杰啊、玄嗣，还有你们几个，我们率百万大军，先灭赵，后灭楚，再灭，这还有什么国来的？反正我们把六国一个个都给灭了啊！哈哈哈哈哈！ 写完了，我给你念念。不想听啊？不想听就不念了。但是你能猜到，就是你如何私寻死事、谋害长信侯、犯上作乱、企图乱政乱国。应月，大秦怎么会有你这种无耻之徒？应月的脸面。 都让你丢尽了！我被你除名了，你又忘了？相邦，你老了，不敢了。我敢。六国有什么呀？ 他们的使臣整日围着我转，为什么？
不就是怕我们大秦出兵打他们吗？哎，我就打他们，让他们知道我长信侯的威风。胡言乱语，找死！长信侯酒后乱语，你等也喝多了吗？啊？啊？收拾的地步，你想一想，他可是关内侯啊。待本想去，今夜这事就当没发生过。今夜的酒劲儿真大。赵杰在。关内侯在哪儿啊？在咸阳狱关着呢，公子瑜在审问。相邦，本侯亲自陪你去。这关内侯想杀本侯，本侯都没见过他呢。走。累了吧？哎，我也玩够了，等着廷尉判决吧。你估计是有生之年出不去了。哎，松开！我打他！往死里打！老东西，他妈咬人了！有人！停停停停停！杨军、长信侯都来了，躲起来，躲起来，快，快！
关太后，关太后，关太后，你可安好啊？啊！哎，关太后，起来呀！起来！嗯，你个贱人，疯了！上方，关太后已亡，老还得找死！别吵了！魏阳君，还是先把关内侯送到您府上收拾体面吧。洛爱，我要是不灭了你，我就不是人心。想灭我？你做梦去吧！长信浩，先把英宇找到。后日带他上朝。走吧。走。怎么死的？嫪毐亲信在城门口截住关内侯，将其带至咸阳狱，公子瑜刑讯逼供，殴打致死。这个公子瑜真是胆大包天，不知死活呀！时辰疏忽，请大王责罚。如此一来，宗室定然不会罢休，大王之处境也会更加艰难。即便再难，也要压住宗室之怒火。你要留意公子瑜。诺。小子，拜见长信侯。你来干什么？婢子刚刚给太后请安，家中杏树结了果子，给两位公子送下来。哼，你倒是挺好心的。若长信侯没有吩咐的话，婢子就先告退了。站住！你是迎七的夫人，他打了我，不能白打吧？啊！魏阳君，走！啊，大人！走！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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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猜我要干什么？大人，不可！我肚子里已经有魏阳君的骨肉了。好啊！大人，大人！关内侯，
你来咸阳。大人，夫人有话对大人讲，请大人去。以后再说。大人，夫人有重要的话对大人讲，请大人马上去。何事？大人，正好，正要告诉你，昨夜发生的。大人，你过来，我有更重要的话对你说。说。是甘泉宫的秘密，谁也不敢说出去。大人的骨肉，本想今日告诉大人，没想到夫人却被烙癌。兄长，这是要做甚？杀浪儿，诛国贼！哎呀，兄长不能！让开！兄长，能否听我一言？说，就算是要诛杀浪儿，也得好好谋划一下。且不说像你这样手持长戈，甘泉宫都进不去，光是浪儿的上千门客，你这样急吼吼的过去，杀得了他吗？滚开！大哥，大哥，你不能鲁莽啊！为了我老秦宗亲，你不能这样！你要万一出了点什么事，老秦一族就完了！大哥，大哥，大哥！魏阳君夫人已怀有身孕，再加上关内后，三条人命了。
尽是嫪毐所害。当务之急，还是要平息宗室怒火。先生有何想法？陈思量要尽快收网了。不错，若是再这般下去，我秦国也被他祸害不行了。行了行了，别愁眉苦脸的，下去吧。诺，我看实在不行，只能把那个公子瑜给供出去，反正人也是他杀的。那可不行，那公子瑜是为我做事的，而且他还帮我弄到了关内侯害我的口供，这我要是不顾朋友的话，以后谁还会为我长信侯卖命啊？什么朋友？他现在跟着你，就是为了在你身上捞取一些利益。看你哪日失势了，他还是不是你的朋友？你一日是太后，我就不会失势。那是大王还不知道我们的事，如果哪日正儿知道了，说不定我都会被打入血宫，更别说你了，你的命都保不住。吓死我了，大王是不会知道的。太后，太后，我姐跳井自尽了。她肚子里可是有了孩子。什么？都是她，我姐都是她害死的。关我什么事啊？你还不承认？我承认何来？你做了什么？贱人！你姐姐想不开赖我身上干什么？若非被你奸污，我姐岂会自尽？胡说！老安，你究竟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我要听实话。那个迎熙都把我欺负成什么样了？我就想报复一下，谁想到那个小子他自己想不开，也不能怪我呀。你到底要闯多少祸？你嫌我的麻烦还不够多吗？你！哎呀，等！小子死之前，一定会把我们的秘密告诉魏阳君的。不会吧？他妹妹不是在我们手上的吗？人呢？快去！找死！
你为何要杀关内侯？关内侯那般辱我，不过给他些教训罢了。教训？就要他的性命？没想到他这般经不起折腾。我这也是为了大王啊。你把自己陷得如此之深，想过该如何收场吗？若想坐实你的功劳，你还需要做一件事。何事？今晚你入宫去见大王，向他禀报一件事情。只有说了此事，你才能保住性命。拜见大王。深夜前来见寡人，何事？事大，请大王屏退左右。都出去。臣所奏之事是今天的秘密，说出之前，恳请大王赦免臣无罪。寡人尚不知你要奏何事，不能答应你。臣昧死禀奏。讲。长勋和嫪毐并非四人，当年相邦将其送入宫中之时，串通掌管府刑之四人并未对其动刑。嫪毐入宫后，仍是完完整整的男人。把刀带起来。嫪毐男色侍奉太后，讨得太后欢心。但是太后怀有嫪毐之子，为掩人耳目，两人隐居雍城。六年中，太后为嫪毐生下两子，如今全部密养在甘泉宫内。大王，臣观嫪毐道行逆施，在臣面前常以大王假父自居，迟早必反。臣冒死将此秘密禀奏大王。太后若有半句谎言，愿受汤祸之刑。你从何得知此事？一名宫女告诉我的。宫女和在寡人要见他，我见不到他，被嫪毐杀了。为何？这名宫女叫小鱼，其姐小紫便是太后送给未央军的夫人。日前小紫遭嫪毐所辱，投井自尽。嫪毐担心小鱼因恨泄密，所以把她杀了。大王不相信，可以派人到甘泉宫内查探，一问便知。此事还有谁知道？没有人知晓。太后和嫪毐对此秘密看守甚严，如有半句泄密，诛其全家。相邦可知此事？不知道，臣不知道。但是嫪毐是相邦送入宫中的。大王，臣对天发誓，大王，而且今日不会再对任何人说起此事。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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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发誓，大王。人啊！大王，派人看住他，不许他离开此地，也不许接触任何人。诺。
大王。回身，去相府。相府啊，回宫。秦王正胸中的火山在将要喷薄而出的一瞬停住，而这扭转乾坤的力量正是他内心从未有过丝毫松动的一统天下的志向。耻辱、愤怒都无法击倒这位年轻的帝王，接下来他和他的秦国要面对的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狂风暴雨。兄长，拜见大王，拜见太后，参见相邦。诸位，有事要奏报吗？大王，列位大人，今日当着众人，银溪我有话想问长信侯嫪毐。魏阳君直言，嫪毐，你滥杀无辜，害死关内侯，还不快滚下去！
关内侯派人行刺本侯在先，我可是有真凭实据的。有何凭证？此乃关内侯的口供，他亲口承认派人行刺于本侯。拿给我看！我要你自己拿给我看！寄去昨夜风凉气，看四野八荒，寂寞。